代，如果人们对一个人十分尊敬，便会给他一个尊称“公”。千年历史中，得到这一尊称的有令天下归心的周公、用兵如神的姜太公、刚正不阿的包公，再有便是关公。这些古人一旦被尊称为公，无一例外的都被人们逐渐神化起来，成为半人半神的人物。在这些人物中，最受中国老百姓敬仰的便是被尊称为关公的关羽。最早的关羽脸谱是坠雨轩所藏的清代初年昆腔弋阳腔的脸谱，其中共同的特点是满脸涂红，眉眼间有一道醒目的白色。在古朴的福建蒲宣戏和弋阳腔系统的江西、湖南传统戏曲中，这道白色还不同程度地留着。怎样把关公戏演得尽善尽美，也是戏曲界伶人始终追求的一个目标。嘉庆道光年间的关公戏的最有名的演员叫做米喜子，他的脸谱是采取了一种简单写意的方式，他的做法就是不用油彩来勾脸，而是用胭脂揉红，然后简单的画一画眉毛。他对于关羽形象的这种画法呢，也是当时民间对于关羽的一种想象。到了同光时代的程长庚，关羽的脸谱又有了变化。程长庚是采用了浓墨重彩的方式，就是他很用心的画关公的重枣脸，画关公的卧蚕眉、丹凤眼。他实际上是对于小说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描写的关公的一种再现。到了光绪末，上海有一个关公戏的名演员叫做王洪寿，他的脸谱就致力于二者的合一。他的脸谱除了保存了程长庚的重枣脸、卧蚕眉、丹凤眼之外，他还保存了七星痣脸谱上的两颗痣，那就是左眼下面的那颗滴泪痣和右边脸颊上的一颗痣。而且呢，他把七星痣脸谱中的五颗星去掉，然后呢，在鼻洼里面加了一些个水葫芦样的花纹来加强美感。这样他是希望自己的脸谱能够达到美感和意涵的一种完美的统一。清末以来，京剧皮黄盛行，使发端于徽班的关羽脸谱大行其道。实际上，关羽的脸谱既有大同又有小异，包括现存的傩面具、射火面具以及庙堂中关羽的塑像，主要还是依据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描述，总是卧蚕眉、丹凤眼、红面美髯、威仪堂堂。戏曲舞台上关公戏不多，因为关公戏没有太大戏说的空间。戏台上的关公必须永远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大将、大英雄。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在他的《单刀会》中塑造的关羽形象最具代表性。
刘备西取四川之后，东吴统帅鲁肃为了讨还荆州，邀请关羽过江赴会，关羽慨然应允，以区区数十人乘一叶小舟单刀赴会。关羽的刀号称青龙偃月刀，因此有对联赞颂关羽：青灯观青史，长青龙偃月，隐微处不愧青天。这时的关羽既要坚决维护自己这一方的利益，又要顾及双方的关系。关羽乘舟破浪而来之时，他面对的是与那场同心破曹的赤壁之战一样的江水，要去会面的也是赤壁之战时的老朋友。可是时过境迁，江水虽然相同，当年京城团结的盟友，如今的关系却更加微妙起来。风景不诸，人心却异，神勇无敌的关羽也不免生出些说不清的悲凉。最终关羽凭借着他的威武神勇全身而退，赢得了这次谈判的胜利。从谈分关汉卿的文词更让这出戏不朽，这一段唱腔最为后人津津乐道，被当作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品代代流传。其实现实中的关羽没有可能看到那20年流不尽的英雄血，他死在赤壁之战之后的第11年，他上演单刀会的这一年距赤壁之战不过8年之久。历史上的关羽出生在亥州，19岁奔逃到河北涿州，从那里他结识了刘备与张飞，从此开始了他风云叱咤的一生。在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关羽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18路诸侯伐董卓的路上，他以当时马弓手的微末官职温酒斩华雄初露锋芒。41岁时，关羽被曹操封为汉寿亭侯，这也是他生前所得到的最高封号。赤壁之战之后，刘备进取四川，留关羽看守荆州。可是诚如三国志作者对他的评价，关羽刚而自矜，既没有把东和孙权的战略放在心上，
更看不起东吴当时那些年轻的统将们。当孙权向他示好，表示愿意与他结为儿女亲家时，他不仅一口回绝了孙权的好意，还把吴国使者大骂而归。最终东吴统帅吕蒙白衣渡江，这个大英雄最终大意失荆州，败走麦城。这位英雄把他的骄傲一直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即使在麦城弹尽粮绝，准备突围之际，在选择突围路径上，他还是宁愿选择近一些的小路，而不选择平坦的大路。当手下人提醒他小路可能有埋伏时，关羽答道：“虽有埋伏，吾何惧哉？”最终果然中伏，被擒被杀。关羽被杀的一千年之后，中国陷入了蒙元王朝的统治。这个历史人物身上的勇猛退居其次，他的忠义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受到了空前的关注。关羽生前被封为汉寿亭侯，本来亭侯是一种爵位的等级，而汉寿只是一个地名，表示关羽的封地。然而身处异族统治下的元代文人却更对这个汉字感兴趣，故意把它曲解为汉寿亭侯，一再强调关羽忠于汉朝、忠于刘备的思想。元杂剧《寿亭侯怒斩关平》就故意把汉寿亭侯这样拆开来解读，用强调寿亭侯的办法暗示背后的一个汉字。关汉卿的单刀会第四折就是这样让关羽口口声声不离一个汉字。如果人们对一个人十分尊敬，便会给他一个尊称公。千年历史中得到这一尊称的有令天下归心的周公，用兵如神的姜太公，刚正不阿的包公，再有便是关公。